你永远不给我舒服，是不是？爬，咬住，还没开始爬呢，你就死了。一座山，两座山，三座山，再来。爬的比刚才高了几个台阶，继续吧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从白天爬到了夜晚，一定要爬上去啊。他不要快，你不要去赶他呀。他不是弹不动了吗？你还要赶他？5、6、7，走。棒棒，结束了。那个旗子呢？要升上去。我是不是到山顶了啦？棒棒，打滴答当，要升起来了这个旗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技术点了？技术点就是要理智啊！再跟你讲，我好懒得耽误灯光，做个开心一样，劈叉着了。5、6、7，走。已经尽力了，尽力到这个脖子也没有了，肩膀也没有了，就这样吧。OK。